经过我们对39床病人病情的医疗鉴定，可以得出一个结果：病人病情的突然恶化与莫离医生的手术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医疗上罕见的特例，反而正是莫离医生在手术时及时做出的方案调整，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以上是市医委会调查小组的结案报告，请各位传阅。 好，感谢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莫莉医生，你也说两句吧。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希望院领导能马上恢复我的手术。我宣布一下啊，马上恢复莫莉大夫的手术。感谢各位。 我爸战友的孩子在家放电影，咱俩一块去看。嗯，我没心情。知道你没有心情，所以才要带你去愉悦一下心情，啊？今天上班真的挺累的，我现在就想回宿舍睡觉，我真的没这个心情。走吧，那我送你回家。 是他，你从他楼里出来的，你不找他，你找谁？这个楼里就是他一个人。哼。戒指。包里。怎么不带？给病人看完病，总得洗手消毒。 下了班还是带上。
你要总把戒指摘下来，那可容易丢啊，这丢了可就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他的，他进去了。这哪儿去了？这你都不懂啊？进去了就是被警察收审了，诈骗、行凶未遂、贿赂银行干部和银行内部人员里应外合搞非法贷款，他的公司现在都被查封了，这哪一条都够他在里头待一阵子了。我不信你骗人。你有那么好骗吗？我骗不骗你啊，其实很好证实。他穆剑锋现在不是停薪留职吗？他的关系还在铁工总，你可以到干部处、保卫处，你自己问去。刚才说他什么？行凶、诈骗。知道这首歌谁唱的吗？著名黑人歌手 Quincy Jones。所有人跟着我打天下，你们所有人跟着我，好好吃，好好喝，老婆孩子越看头。做生意没有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咱当兵的傻，咱当兵的一根筋，咱不想别人的不好，咱求的都是好人。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洗干净，再把大便给我冲干净啊！好，我他妈说你呢！等会儿老三，哥几个都起来，再讲讲规矩。老三，来。打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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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接一下保卫处。喂，你好，我想打听一个人，他叫穆剑锋，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谁啊？我是他的一个战友，铁工总的。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的事儿大了，铁工总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你要问啊，还是自己去公安局吧。Thank you.
车，郭东海，停车！你干什么？啊！你坐好了！你干什么？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刚才那么做出了事怎么办？你死了怎么办？你死了我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想过没有？茉莉，你什么都不顾了是不是？我为你做了什么你都不顾了是不是？为了一个穆剑锋，你命都不要了是不是？我爱他。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该说的都已经说了。穆剑锋，你的事有多大你自己知道，你只有一条路选择，老老实实的把你的情况交代清楚。你不要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样的话我们也不会把你带到这儿来。要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尽管去查吧。不要以为你把事情推到任保国身上你就没事了，别忘了你是法人。好，如果我是存心诈骗的话，我不会傻到骗了这么大一笔钱还等着被你们抓，我也不会傻到任保国骗了贷款和货款以后在公司给他擦屁股对付那些要债的人。你为什么当时第一时间不报警？因为我不信任保国会骗我。这是你的理由吗？是。穆剑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用不着，该我担的我担。让他签字。由不得你。我还是那句话，你只有一条路选择。请进。Hello， 有一 hotel， can I help you？ Hold on please。你怎么才来啊？对不起啊，我今天可能还是上不了班，你再找个人帮我顶一下吧。帮你顶班可以，可是你这总缺勤也不行啊。我这不是家里出事儿了吗？对了，我之前让你记得6508要债的电话。昨天白天不少要债的，我都帮你记下来了。刚才有一铁总医院的女的。Hello， 有一 hotel， can I help you？ Hold on please。Hello， 有一 hotel， can I help you？办事，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调查。好，您一定要他把骗我的钱都给我退回来。好，放心啊。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们不能说他是骗子。你是谁呀？你为什么听穆剑锋说话？你跟他什么关系啊？啊？我是他同事，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你在这儿等会儿啊。好，你给我来一下。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这个案子跟你没关系，你怎么又来了？
我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案件正在调查，你跟穆剑锋又不是亲属关系，涉及案件的事情就不要问了。那为什么他们可以问？他们是受害者，穆剑锋也是受害者。有什么证据吗？就别在这添乱了啊！赶紧回去吧，啊！战友，你也是转业兵？你也是转业兵吧？我是看这个，战友，看在咱们都当过兵的份上，你就告诉我一些穆剑锋现在的情况吧，至少告诉我穆剑锋他的事儿到底有多严重，我怎么样才能帮得上他？其实穆剑锋他也是转业兵，他之前还是老虎连的连长，他不会去诈骗的，他不是这种人。不管怎样啊，我这么跟你说，穆剑锋他是法人，是法人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案件关键是我们要帮助受害人追回他们的经济损失。我这样说，你应该能听明白吧？明白。经济损失就是钱，对吗？我可以帮他还钱的。但是，这个涉案的金额可不是个小数。没关系，我可以去借，去凑。谢谢战友。很辛苦吧？啊？让你变成一台人工甩干机，挺横是吧？小子，你他妈屁股痒了是吧？找抽是你啊！啊！你！时候你出去，手里趁个大几十万，那日子不照过吗？我他妈不是诈骗犯。对，对对对，不是，不是。可就算你不是诈骗犯，那大几十万的窟窿，不还是撂你身上了吗？想开点。哎，你见过诈骗犯吗？哥们儿，我什么人没见过呀？我问你啊，这要是手里边骗了个百八十万的，去到国外，能过什么样的日子？国外？那能好混吗？你说了，能在国内骗个百八十万的，谁愿出去受那样罪？一语点醒梦中人，
任保国可能根本没出国。其实警方的调查重点也一直放在国内，已查出任保国涉嫌假冒退伍军人实施的另外几起诈骗案，加上穆剑锋积极提供的线索，案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我有线索向政府汇报。赶紧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这个任保国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我们连长绝对是被冤枉的。那现在那个任什么国这个人能找着吗？他已经跑到国外了，找不着了。那你们手里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穆剑锋是被冤枉的呢？他会怎么样呢？他是法人，一切的账目都是他亲手签的字，他这下麻烦大了。你打官司，打官司证明他是被冤枉的，得找个律师给他打官司啊！你们找律师了没有？找律师？谢谢大家。莫大夫，啊，你认识的朋友多，你一定要帮帮我们连长。我现在能不能进去见他？谁都见不着。别着急啊，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说了，穆连长是什么人？那是天塌下来都能把天给踹回去的。我也是没办法，跑了一大圈，实在没辙，才跑到你这儿来的。其实你也知道，我在城里不认识几个人的。吴玉，吴玉，快准备准备。城里来人了，
说是看着报纸找来的，画画的，今晚要住咱们家呢。来了几个人啊？五个。别磨叽了，赶紧去搭床去吧。那咱被子也不够使啊。不够使，你不能去借啊，去租啊。咋租？咱们村里要娶媳妇的，谁家没个富裕被子啊？就给人家一球五毛钱，那谁不愿意租你啊？你这不能让我去敲那新媳妇的门啊。那你让我去啊？你没看我这招呼人的吗？说你这个废物点心，你是不是离了我你连饭都吃不了？一琴，那你稍微等我一下啊，我去一下就来。你忙你的，千万别耽误你的事儿。我搭床去，你就拿这儿当自己家，别客气啊。要帮忙吗？哎，用不着，用不着。别拽我裤子！去去去去，一边玩去！再弄，再弄，我打你们了啊！哎，谢谢啊！哎，小胖子，把字儿拿回来。来，给我吧。你是捕鱼的战友吧？你怎么知道的？这看人啊，是一门大学问。捕鱼没跟你说我是码字儿的。码字儿的人头一门学问就是得会看人。我看你心神不宁的，你找捕鱼有事儿？老家，把这字儿递我一下。给。哎，谢谢啊。哎，小心啊！哎呀，谢谢啊。再往那边一点。哦。哎。哎。点。捕鱼山君。哎，到了到了！哎，对对对，哎，请问你是曾捕玉吗？哎，我他不是，我是。哦，就是你们几个住店？对对对对对，您这儿还有房间吗？有啊，等一下啊。哦，程良，过来招呼客人了。哎，这儿一晚上要多少钱啊？你们几个给10块钱吧。十块，行行。谢成良，能不能快点啊？来来来，里面请，跟我来，跟我来。进去。小玉，要不然你先招呼他们吧，我先回去。没事儿，甭管他们，咱们走。走。这成良能行吗？行。拿着，刚才你也看见了，伺候这帮小崽子一晚上就10块钱，我也就这么大本事了，多点少点你别嫌弃。不玉，看你那样，刚才还在院子里着急借不着钱呢吧？别着急，我跟你说，这个钱啊，是老周给我的投资，扩建两间房子的。我本来打算再扩两间房子。那你把钱都借我了，还怎么扩房子呀？扩房子着什么急呀？不行，我找亲戚再借点顶顶呗。再说程良他也会点木匠瓦工，这点轻重缓急我还分不清了。你把这钱拿着啊。再说了，我还怕你还不上不成？不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但是你这份情谊，我赵玉琴会记一辈子的。哎，你干嘛呀？这是，咱俩谁跟谁呀？这不也是为了穆连长吗？知道。但我觉得，你光凑钱也不是个办法。我听说高船长转业到市里了，不行你找找他，他是老领导了，有挺多能耐的，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有他地址吗？地址没有，但是我有他单位电话，给你写在这上面了。你回去看看，给他打个电话。好。吴玉。
干嘛呀？不是，学生们嚷嚷着要开饭呢，你赶紧做饭呗。小赵，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一块留下来吃点。我就不吃了，我还急着回去呢。你们忙吧，我先走了，不玉啊。哎，我去送你一下啊。不用送，不用送，你快忙吧啊。走了，程良。哎，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哎，再来玩啊。好嘞。是小事啊，小事，好啊，我挂了啊。王律师，哟，莫大夫，我还以为永远接不到你电话呢。是这样的，我可能要打扰您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遇到点事儿，还真就是惹上官司了，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找一位有经验的律师。是这样的，莫大夫，我呢临时有点事儿，你的事情只能等我回来以后再说了。嗯，王律师啊。我朋友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点着急，能不能耽误你一点点时间？我把他的情况先简单跟你说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莫大夫，我现在是一点时间都挤不出来。王总，车来了。哎，好。是这样，莫大夫。我呢晚上正好有个饭局，如果你愿意来，咱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把你朋友的事说一下。没问题，几点钟在哪儿？那我们就6点钟在贵宾楼。行，没问题。是，小赵，你是吗？是，我是。刚才你还认识我？小赵，你还是熟人呢。快，进来吧。进来。